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铜锣湾名人钟表珠宝公司的 Sam。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一只卡地亚的手表，型号是 W710009。 手表表面是 42mm， 厚度是 10mm， 动力储存是48小时，外壳是采用玫瑰金的外壳，抗磨损型蓝宝石水晶面，标本底是银白色。日历设起3点钟的位置，透明标底，清楚看到标里面完美的机械，配黑色的鳄鱼体标底，防水100米。这只手表和平时一般卡地亚有少少分别，就是由9点至3点钟的位置就是采用罗马数字，而4点至8点是用夜光的刻度。佩戴啲嘅表凸显个人嘅风格。如果大家对啲嘅卡地亚手表有兴趣，可以嚟铜锣湾名人钟表珠宝公司揾我。又或者大家想知道其他手表嘅资讯，可以 WhatsApp 我。我叫 Sam。多谢大家收睇呢段短片，拜拜。